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便利商店呢有卖一款叫做西西里柠檬气泡咖啡，我觉得超好喝的，一定要推荐给大家。所以呢，我呢就趁它现在有特价，是那个第二杯7折，然后介绍给大家喝。那这一杯原价是80，第二杯是7折。是哪一家超商你都没有讲？哎呀，我们不可以随便帮人家做广告，我只能够告诉你们是某家便利商店。然后那个，因为你没有收代言费吗？对，我没有收代言费，所以我只能告诉你们是某一间便利商店卖的这个西西里柠檬气泡咖啡，真的很好喝。那其实这是我第二次买，第一次买呢给我爱夫喝的时候呢，他居然就这样子，咖啡是咖啡，气泡是气泡的喝掉，然后买回来就告诉我说不好喝。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搅拌，让它的那个风味混合了之后喝下去，有如醍醐灌顶，神清气爽，真的，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那我现在喝一口给大家看，哇，我整个人都觉得神清气爽了起来，考试要考100分。谢谢大家。